身体里的这个叫星河的东西。你在抓星星吗？几千年过去，亚利洛六号已经变成这样了吗？准备好上车后的第一次开拓之旅了吗？哎，我们走了。带着毁灭的种子，将一直灭亡。就让我们三个大展拳脚，让他俩见识见识吧。从不掩饰掌控星空的欲望，当然，也包括我在内。